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早上在国际会议中心的15楼顶楼召开了他正式参选的记者会。面对他视线的最前面是101大楼，象征着他未来登高再上一层楼的那个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谈起，马上为各位介绍今天与谈节的来宾：台北市议员梁文杰，大家好；新北市议员陈明义，观众朋友好。资深媒体人郑思成同学，文家各位院员午安。政治评论员王时奇，大家好。讨论之前，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有关院长参选记者会的画面。OK， 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相关新闻画面了哈。同时，今天也把王院长参选的所谓选举的识别标志呢 ，CIS 也做了公布了哈。我们用手板跟云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他这个很有意思哦，看这三个看不出来，上面看是一个桥，下面是什么东西？我们等一下跟大家报告哈。王金平参选2020总统的这个记者会了哈，让世界看到台湾，带台湾走向世界了哈。中华民国的国旗在旁边，下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英文标题叫 The Spirit of Taiwan， 台湾的精神了哈。OK， 我们的记者啊在现场罗婉婷所做的报道哈。该文宣更值得注意的是 logo 中的桥梁，这两打错，对不起哈。桥梁底下是由横式的王金平三个字对半，也就是王金平把他的身弯成一半来帮国家搭桥，进步的桥梁，台湾跟大陆的所谓两岸的桥梁，包括他认为台湾必须要和解共生的，在两党多元对峙的意识形态里面，他要扮演那个桥梁的角色了，说在也相当的用心了哈。至于下面那句英文了哈，王金平参选大会文宣最底下有一行 The Spirit of Taiwan 了哈，回应外界说他是蓝皮绿骨后，他反驳我自己是蓝皮台骨，我是汉魂台魄。他解释，中华文化的根是汉魂，在台湾发展成台湾新文化，结合了汉魂的果，成为台魄，这就是汉魂台魄的台湾人的尊严了哈。那同时，新闻界跟一般网友们都很关心说，那今天出席这个记者会的到底有哪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了哈？那王院长在记者会召开之前，已经公开宣称他不会邀国民党的啊，包括其他有党的所谓大咖了哈，所以那些传统认为那些长辈们几乎通通没有受邀了哈。那我们看今天出席的有哪些人哈？为跳脱传统政治人物的刻板印象，王院长今天有 settle， 刚才这十几个 settle 应该是 settle 了哈，也穿了比较浅色的西装，稍微活泼一点哈。OK， 王金平进场时，在百工百业年轻人的簇拥下，从荧幕中间入场，台上不少学生与王就自拍，展现十足的亲和力了哈。那与会的贵宾包括三三会理事长许胜雄，这绝对是王院长的老朋友了哈。那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前考试院长徐水德这比较大佬级的人物，前教育部长郭维凡这都是他师大的，王院长是毕业于师大的几位学长或同学，包括郭维凡校长、吴清基部长等等，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道、王金平求学时代许多师大的一些师长学友们都是座上宾，党内。
立委部分有林德福、罗明才、蒋万安、陈义明、江启臣、严宽恒、吴志扬、吕玉玲跟柯志恩哈。那另外大家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OK， 包括这个刘胜良先生也有出席哈，他是全国这个什么军警教公职人员联合会的总会长刘胜良啊，他也是江启臣的岳父。另外反年改团体八百壮士的指挥官吴其良等深蓝军系代表也都有出席的哈。来看一下文杰，你对王院长这场誓师大会的用心跟某些细节以及企图心，你有一个初步的看法是怎么样？我觉得王金铭他展现的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了哈。说实在就是说，因为过去柯文哲他出来的时候他是要打破蓝绿的，那实际上柯文哲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国民党也干掉，把民进党也干掉哈。那个跟王金平今天做的是不太一样的东西。Okay. 王金平要的是说，是他虽然是国民党，但是他有办法桥未来，如果他当总统，你那个桥是为什么要用三二三？加重语气，这个他有办法去调和顶奶。潘省浩院长，对对，这是文杰的发言。就是说他有办法去调和顶奶。OK， 就算他未来当总统，那他也可以跟民进党。民党如果成为反对党的话，他也可以去调和丁磊，让国家往前走。那我觉得他这个点其实是，我觉得有可能有打到一些是不少人的心呐、啊嗯，就是说那种对于政治斗争，对于政治斗争感到厌烦的朋友们，对对对，因为过去很多人期待柯文哲是说你可以打破蓝绿，但是打破蓝绿，他最后是变成他两党都要干掉。那现在的状况，王金铭提出来是不一样的路了， okay, 是一样不一样的路哈。那第二点就是说，他在两岸关系的论述上面，其实他很明显的避开九二共识这个话题，他不谈国家定位，他完全是谈文化上面的东西，是就是说谈文化血缘哈，汉魂台魄、或是中华儿女本是同根生，对对对。那这个你当然，你放在新加坡人也可以这样讲，是好，你放在菲律宾的华人，他也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这样讲，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可以这样讲，对。那所以王金铭他有别于传统国民党的路线了、啊、比如说韩国瑜他就会直接讲说，我就是九二共识，好，那但是王金铭显然是要避开这一点，是好，那这样的避开当然就是说在台湾的内部的选举，他当然是有必要这样做，而且他是很聪明的去避开了这个东西。是，但是当然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是对面来讲的话，你讲这样是远远不够的了啊。你就说你考卷没有答完，你考卷不会答完的了，因为你只讲血缘、讲文化，老共也很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是啊，就是说你只是想要投合他们的一些胃口，但是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台湾跟中国就是未来要统一嘛。是。所以，但是王金铭他暂时性的，他把他的立场说到这边、所以他避开了一些国家认同的问题。OK， 啊，那汉魂台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蛮有利的啦，蛮有利的，确实是蛮有利的。okay, 就是说，你不管对于外省人来讲，还是本省人来讲， okay, 就找到一个情感的交集点，大家都可以去运用， okay, 大家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分数高吗？他今天是有很多的巧思，然后他的诉求，我觉得，我觉得是我给他蛮高的分数。OK， 好。那今天现场记者眼睛也看到，苏志成前李登辉总统办公室的主任苏志成也在现场了哈。那苏主任应该长期是王院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幕僚了哈。那今天我在我的脸书 po 说，今天要谈这话题。比较蓝营的朋友似乎对王院长并不那么买单，然后就反正你一个 K 下面大家都会知道了哈。OK， 王院长之前也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哈，民意我这个稍微整理一下，他今天哈在这个所谓誓师的演讲上面有几句话，我们把它整理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本是同根生，我们知道下一句当然对相煎何太急，哈，他认为说两岸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源头等等，那为什么现在面临这样子的所谓兵戎对抗的某种危险紧张的局面了，哈，他也提到说台湾有坚实的实力与生命力，造就强大的国力，他在那个画面里面提到说，如果没有台湾的一些优质的厂商的话，
Tesla 没有办法这么快成为全世界电动车的领导品牌。他也提到说，我以前写过那个文案说，台湾 make Apple edible， 就因为台湾的这些科技制造业，让贾伯斯的那个想象的苹果把它做出来，让全世界享受一个所谓苹果的传播世代了。他有举出这些画面跟一些文字。那上一次我来访问王院长的时候，我问他两岸政策，我把他画重点做这张手板。他说，两岸政策必须在大陆的一中原则跟美国的一中政策之间试图找到平衡点。他下面有一句话，弱弱等，大家把它总结成，对台湾而言，统一没有时间表，独立没有可能性。我昨天几位比较绿营的朋友，他们因为有这个画面很有趣，我再插播一下。昨天我带弟弟去拍照了，那刚好那个老板在看民视这个彭老师的节目了。检议院这个检议院同学就一路说，哎呀，应该让韩国瑜出来选总统，然后一路鼓吹他了。重点是旁边这个语音电话调查了，他说，如果朱立伦、吴敦义、王金平韩国，这是在民视的这个政经什么现实 P 的节目，是彭文正彭老师彭 P 的节目了。他说，哎，那被他倒闭，我们知道观众可能比较绿营的朋友了。OK， 投出来结果，这个当然最后结果也是比例差不多。那我最后看，我截图是截前面，王金平146票，韩国瑜23票，朱立伦19票，吴敦义45票。好，所以看起来，绿营的朋友对王金平是蛮支持的。好 ，OK， 明义兄怎么看呢？哈，绿营的态度，蓝营有人骂他，绿营的某些觉得啊，你出来没卖啊，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哈，同样刚才提到说他的两岸政策了。哈，如果王金平说统一没有时间表，可是他面的是统一的那个方向，只是没有时间表。可是他转过来告诉绿营的朋友说，台独是无迄个可能性。那为什么还会投出这样子说啊，王金平没卖哦，一百四十六票，最后结果比例也是这样，他是领先的。你的观察？文家是很用心，你刚才那张截图哈。简而言之，就破了刚才王院长说的，他是蓝皮台股。好，绿营的对他的支持者，我认为是内政的感受，绝对不是两岸的氛围，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在内政来讲，王院长出了一本书叫《桥》。对，我那天去这个书局的时候，哈，诚品书局的时候，我买了几本书，其中这本书翻了一下，我就有兴趣。嗯哼，能够把过去《桥》。人家叫桥王，就是没有这个木字旁的桥，改成有一个八桥，乔家大院的桥。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转换很重要，所以我想要买下来。但我还没有看的时候，回到办公室呢，办公室告诉我说，王院长寄了一本书给你，应该我想所有民意代表大概都有接到，对对对，所以表示王院长很用心。那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不管你叫蓝皮台股，或者是叫汉破台魂等等，那都是一个很华丽的名词。所以今天早上我看那个直播啊。我有一种感觉，好像看到蔡英文，你看到那两个读稿机，很明显的放在前面。我从来没看过王院长要用读稿机，对啊，这个我第一次看到，我也是感觉第一次看到。第二个，他用的词汇啊，会让你非常的感觉是说，他想用简单的四个字或者是简单的一句话去扭转过去大家对他的印象，但是难上加难，我要说不可能，因为长期累积的政治风范跟形式。这个风格是可以被检验的。那王院长能不能出来做参选总统？可以，如果他可以做到刚才文杰兄讲的，他是凝聚两党，而不是击溃两党或是消灭两党，那他就成功了。是，即使他没有办法出现，他如果在初选的过程中扮演这样的角色，我觉得他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已经留下了记录。在这过程中，我必须这样讲，文家兄刚才又点出来，因为我一开始就写了这句话，刚好你又点出来，王院长厉害在哪里？各位记得台大没有校长的时候，我们管爷讲一句话：“他强任他强。”后面他不讲了，我们就去查后面是什么。后面啊，哒哒哒，还有什么？他狠任他狠。王院长只要讲说“本是同根生”，你就会说“相煎何太急”。是，重点在“相煎何太急”。相煎何太急，讲两面话哦。第一个，我们同根生，中国大陆你不要这样子哦，你不要给我们让我们那么大压力哦。第二个，要搞独立的，你们也不要乱搞哦。慢慢来，相煎何太急，一语双关呐、啊。所以我觉得是高度高度的智慧。他这个文胆哈，相当相当的，在这一场这个发表会里面哈，没有撼动蓝军，但是也没有损失绿军对他的支持。他清楚的表示了他扮演的角色。文家兄刚刚讲到的这个他的 logo， 观众朋友可能不清楚 ，Google 一下。他一讲，如果我事先有看过，就知道。那个是把王金平三个字倒下来90度，等于是王金平在鞠躬扛着这个桥，就是说他扛起了一个沟通的桥梁。对，那个是把王金平三个字汉字切了一半，也就是说他的背上呢扛上了这个桥。
我说真的，高手中的高手。嗯哼，这个东西就是很清楚告诉设计跟写的人，我知道，真的是高干。高手高干，高干。我不知道是谁。他没有那么的政治，但是我认识。文家那是你的专业嘛？对，高干。他虽然高干了、啊，但是文家也把他点出来了。我说相煎何太急才是他要讲的，而不是两岸同根生。第二个，你给他点出这个 logo， 我说看到这个 logo 已经知道他定调这次选举的这个过程。韩国瑜会不会被征召我不知道，要不要征召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参选我不知道。但是王金平已经宣布参选，我认为王金平的参选会在蓝绿，不要说恶斗啦，蓝绿竞争的过程中扮演一种很特殊的味道。这味道绝对不是举党蓝绿，也不是白，它是什么颜色？它是连白都进来，我通通可以瞧。我这个桥是多方面的桥，让搭构一个大家沟通的管道，是跟他过去调和顶那的形象完全 match。OK， 所以我觉得很真实的王金平呈现。那只是这个过程中让我看到不很讶异的是，他竟然要用读稿机，那表示什么？他要达到他今天设计完全100%的氛围给大家，讯息给大家，不要多一个字，不要对，我想讲，我多一个最迟都可能让大家偏颇掉。所以今天我们的讨论。完完全全很精准 ，focus 在他要讲的两岸同声声，相煎何太急？相煎何太急已经告诉你，台湾跟中共，你们都不要再吵了。是，这些东西都是潜移默化告诉我他想讲的。如果他把整句话讲完了没感觉，讲过就算了。所以我今天刚好在这个时间点早上看完直播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认为观众朋友，你看了这一集，你大概已经知道高手中的高手出手真的是很有他的一套。我自己的感受，他话讲一半，刻意留白。余韵跟想象空间更大了，是。